我那时候都觉得是夫妻的那种情趣或者是效果啦，所以听到他离婚也蛮震惊的啦，因为今年离婚的人蛮多的，所以我现在看到我老婆都好珍惜啊。离嘛，我觉得每一个他离了就不能离了，他把这个额度用掉了，6000啊，6000，对啊对啊对啊，125平，对。谁与另外爱女砸6000万买百平房，陈依依离婚 ，Melody 扛着也中枪。这是56岁。对，他们哈、哦、是算虚岁了，如果算实岁，应该还是55了。希望老婆跟小孩平安健康。我愿望反而都是帮别人许的，像今年我就许愿啊，希望 Melody 哈、哦、啊、可以那个找到第二春。对。幽默大师沈玉琳提前晋升，财力雄厚的他近期才买下第5间林口的房子。余恩也住林口啊。对啊，宋楚也住林口啊，冰冰姐也住林口啊。对，对那个房不是我在那边瞎买，是我女儿现在哦坐校车，那校区在新店，所以校车要1个小时。康桥的学费一学期好像是我印象中好像是20的样子，但是康桥有一个校区在林口。对，所以我当时就想说，哎，他现在小学还行哦，万一国中的时候，哇，课业压力大，每天还有1个小时，那是上亿吗？不会啦，我林口房子如果上亿不得了了，6000啊，6000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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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125平，哇，对，那是一块很大的一个媒体园区，那一栋是林口最指标性的建筑，因为楼高高达41层。对，再介绍。我这边有名片，等一下。5间里面大概有3间都缴清了。对啊对啊，所以你说那一间自住，那其他4间放着。我就放着，因为租人又有租人的麻烦啊。对啊，租人的麻烦就是说你很难过滤房客啊，因为你知人知面不知心嘛。你有时候看他看起来很乖巧啊，就会租给他。我每天能半淫乱趴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就说，你可以把那个房租的租金拿来什么抵那个房贷。可是我想想说，房租上一年算下来那个金额，那我不如认真的主持机场尾牙。尾牙到现在，如果不算春酒的话，应该是20场。光尾牙、二场尾牙多少算法？一场25，你现在25？不是我，你不要这么惊讶，我是你搞得好像我不值那个钱一样。因为今年离婚的人蛮多的，所以我现在看到老婆都好珍惜。离嘛，或者每一个他离了就不能离了，他把这个额度用掉了。黄条看主持搭档 Melody 是说最近离婚的还有这一位，一吵架就说自己当初嫁错人。我不是男人。最美双胞胎的依依日前才和老公史丹利爆婚变，19号两人各自在脸书发文祝福对方，吴玉瑾宣布结束10年婚姻。我那时候都觉得是夫妻的那种情趣或者是效果啦，所以听到他离婚也蛮震惊的。依依上节目讲说，老公。奇怪哦，这个事情啊，因为我们也做这么多年谈话节目啊，就经常性都有这个问题，就是都是老公昨晚未睡，那破也是啊。雅雅倒是没有这方面的问题。我们啊，有离不得的压力。对对，把柄在手上。还有我们的事业啊，你总不能搞到两个主持人的。啊，你还在？啊，你每天在节目上夸夸其词，在那。育儿经，然后在那边讲婚姻之道，没有说服力吗？好难嘞，好难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y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哪里？我是小 S， 我是江文雄，是我爸上陈美凤，我是黄静莹，我是郑慕辰，我是孙兴腾，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，我是艾薇，我是兰兰，我是吴依依，我是林真义，我是郑欣宜，我是陈君，我是沈周一彤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冰红朋友们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。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赶快下载，祝你得奖 ，Merry。
家圣诞节快乐。OK, 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. Merry Christmas.